不是懦弱，忍耐不是麻木。儒家的传统思想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八年艰苦的抗战正是我建立的民族。不到最后的关头，绝不轻言战斗。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我会挺身而出。同胞受苦，河山待哺，我会牢牢记住。我不管生在哪里，我是中国人，无论死在何处，是着中国魂。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八年艰苦的抗战正是我建立的民族。不到最后的关头，绝不轻言战斗。忍无可忍的时候，我会挺身而出。同胞受苦，河山待哺，我会牢牢记住。我不管生在哪里，我是中国人，死在何处，是着中国魂。